我承诺过要改变中国羽毛球队男子双打落后的局面，我们做到了。我也曾经承诺过世锦赛、汤姆斯杯、尤伯杯、苏迪曼杯和奥运会我们要获得大满贯，我们也做到了。我的下一个承诺不是冠军，是好好的给儿子和太太做顿饭，好好的陪陪家人。我相信我一定也能做到。